片之前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、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就乜片都唔会错过啦。今个香港马季剩翻只有十次赛事，一对高危练马师何亮同郑俊伟分别仲争三场同两场头马接不到叶，而唔舍收第三张黄牌被逐离场。所谓感同身受，逆地而处，佢两位家阵面对嘅压力，你话唔大就假啦。事关一旦散仓冇咗份工，对一个喺马圈由后生做到老嘅人嚟讲，转行根本就系冇可能嘅事。话分两头，呢一刻都冇人敢写包单。何亮同郑俊伟一定埋单唔够数，下季冇得捞。所谓行走江湖，靠嘅就系实力同本钱。以佢两位嘅练马经验同能力，以及马匹数目都唔算太少。前辈话斋啊，求证一日都未吹鸡，都未知边队赢边队输噶嘛。反正仲有啱啱10个赛日至杀科，倒不如检阅一下何沟同郑沟目前嘅阵容，同佢哋数下够唔够货上岸，当系俾马迷一个捧场嘅参考啦。先讲马好较多嘅荷兰马房啦，暂时佢33匹马入面啦，年轻嘅新力军绝对唔少，好似包装系一对啊，包装全城同包装至上。当中包装全城喺第四班跑四场拎到一冠一亚，升上第三班之后三次都输晒，最新就减翻落去啱啱60分，可以跑翻四班赛。短期之内必然被安排在四班谷草一里喐手，应该都帮到马房赢场合资格的头马。而包装至上65分起步的爱尔兰 PP， 由三月开始个个月都有试习，看来就快开始上阵。正正因为本身来自北半球，包装至上在香港跑黄昏马，甚至夜马就没有日头那么热，对他来讲肯定是好事啦。稍后都有机会帮何亮赢马的噃。在五班赛头马方面，何亮都还有一个 quota 可以用，亦即是说他可以放心部署在五班赛出击。咁啱咧，佢都有唔止一匹嘅第五班恶马喺手，譬如庆万家、怪兽豪侠、谦谦君子，尤其是怪兽豪侠啦，呢匹后生嘅南半球 PPG 已经接二连三啊，喺赛事入面跑得接近，本身只系得翻18分啊，绝对系唔赢唔掂。加埋怪兽系咧系何寇嘅忠实马主，绝对有理由相信何亮好快想喺杀科之前啊帮怪兽豪侠开斋噶噃。至于谦谦君子卒之跌到落去40分，可以喺五班赛度搏杀。正所谓今日唔知听日事啊！何亮在短期之内安排呢匹四岁马在上过名的谷草千叶米争开斋，亦都可以话是意料中事。整体而言咧，呢位资深的练马师赢够16 win 上岸，依然都有啲希望。另一边厢啦，郑俊伟啱啱就传嚟接报啊！佢喺6月10日周六的黄昏马，靠潘顿赢第6场的大热门爱马线，捧走香港双剑策骑协会杯，拎到季内第14场合资格的头马。年仅3岁的爱马线48分，呢次开斋只系赢紧一个马头位。加分因此就唔多啦，再出都只话系孭紧120几磅，令幕后部署变得灵活同机动。加上四班田草千叶米嘅赛程好多，睇嚟郑俊伟将会安排佢喺短期之内冲出乘胜追击。假设爱马线到时顺利连接嘅话，郑俊伟又会增加一 win 啦。爱马线啊，话唔定做埋佢毕业嘅头马添。除此之外啦，情王最新平均81分，再出可以孭超轻磅跑2600米。呢匹郑寇今季嘅镇仓宝啊，到时绝对有权赢今季第5 win， 成为郑俊伟近年嘅代表作。至于有福系嘅三匹马年年有福，齐齐有福同埋有型有福，经常都互相保位出击。虽然有型有福而家就已经停咗操，但其余两匹马都唔排除可以再赢马，大协郑寇赢够数毕业，甚至令马房可以赢超过16 win， 超额完成今季呢场护级战添。总之系帮华人打气又好，帮自己有打气都好啦。何亮同郑俊伟，你哋都要加油啊！